看到家中这种老人家都恨不得想把它剪掉。我家了，就算没抽，但家里还是会有一股烟味，除都除不掉。这时啊，就换人打开这台通过 WHO 四级病毒实验室认证的吐司鞭，它会主动释放净化因子，立即去分解家中的氮氧化物啊、尼古丁等那种烟害的有害物质。记得哦，它是立即的去处理，而不是慢慢的去净化。这些有毒物质啊，不是只会停留在空气中哦，连物体表面它都不会放过。就像这个黄黄臭臭的焦油一样，死扒在你的衣服、棉被、头发上，这些就是会持续伤害你的三手烟。不用担心，这台吐司鞭不只会净化空气中的烟味，连附着在衣物上、家具中洗都洗不掉的烟味啊、烟垢啊，都可以帮你一起除。还真的没味道呢。加上空气品质，就交给吐司鞭 RGF Insight 环境净化器。